随着原潜方向到达海下15米的深度，救援潜水员开始入水下潜，但此时一阵暗流突然搅起了海底的泥沙，救援潜水员下潜时的水质也变得更加浑浊，就连方向内也受到了影响。 另一边，黑暗中被困艇员开始敲打舱壁，发出求救信号。虽然这只是一场模拟救援，但海下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环境仍然会让人感到恐惧。现在我们的救援系统，你已经解除了信号。 找到被困艇员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救援潜水员还要面临多重挑战。 潜水员要从鱼雷发射管进入，然而潜艇沉没后失去电力，方向内的被困艇员只能用最原始的手动方式一点点拧开发射管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现在鱼雷上口终于已经开始。 我们在我们的外面等待蓝鱼，我们在实现天界的鱼雷组鱼雷的行动，里面都看不见。凭借着以往扎实的训练，救援潜水员顺利到达方向内部。在现实中，被困艇员可能会因为受伤等原因，无法进入鱼雷发射管逃生自救。 所以要依赖救援潜水员的辅助和护送。最终，救援潜水员也顺利地爬出了鱼雷发射管，被困艇员被成功救援，并得到了充分保护。